就这些啊。嗯，没了。为什么人家用腿关后备箱门，我要用手？你家哈？你来干啥来了？你看我干啥呢？玩动呢。就你自己在这儿？啊，小生，你爸给我送这儿来了，让我干活。他这些衣服都得我给他收拾。你俩今天去收辣椒去了？把那辣椒摘了，哎呀，那么老多了，白瞎了那辣椒。大蒜。给我涮。毛葱。冻了辣椒。这还有俩大面瓜呢。你这么一会儿回家，你提了你家去。还有东西了吗？山上还有大萝卜呢。那还得去整去啊。埋起来就不用了吧？那不行，那太冷的天也得铺回来。嗯。太冷的天也不行，也得冻。快，那天那袋子挑了三个半小时。拿起袋扔家里头，懒得做饭就是吃。那辣椒呢？走，加油土豆吗？有，今天早上吃的土豆片，那就是有土豆。有土豆，嗯，还有土豆。那你找个面瓜行吗？也是面瓜。面瓜，啊，面瓜搁的那几个都是，搁时间长的都不好搁。这些也是咱三子拿下来的。是，你爸把冰箱收拾了。大米，什么都倒腾过来。这是冷冻的，还有鸡蛋呢。冰箱里的上下全都倒了，是熟的吧？这个冰箱里有点生的，让你爸都煮熟拿回来了。你们这是彻底不用上菜园了呗？可能是他是不打算去，都倒腾过来嘛吃的。你往出挑不好的。对呀、啊，再挑，再、嗯、挑够了，别那样挑。我跟你说，嗯，就这样一点点这样扒拉再挑。把钱扒了，然后是好的就放下来。啊，对，好像挑的就放下来。再扒了再扒。我一会儿崴这两盆。要是能挑出块金子嘛，咱俩就不干了。挑五块头大都不大，金子。把这菜白不呲咧那样的，嗯，给挑出去。挑这点玩意儿太不容易了。嗯。你来了。俺俩挑完红豆了。咋来这么晚呢？我都干俩小时活了，给俏爷搓了个澡，给自己搓了个澡啊，洗澡了。我在等你那个啥租啤酒窝呢，妈。嗯。我跟我姐，俺俩挑就行了，让你早点回家睡觉吧，上一天班了。哎呀，你俩少挑点吧，明天晚上我再来挑点就挑完了。嗯、不用，俺俩挑，反正俺俩也直播。还得累眼睛。没事。完了还累腰，够香了哈。还是我累吧，你俩别再整了啊！别的，明天晚上我再来就挑完。这两个不孝女，明天晚上我再来就挑完了。您来了，你看你媳妇又给你善后呢，又一挑红豆呢。挑吧，我这么他挑哥，这么多年呢，我就给他在善后啊。把辫子事以后啊。爸，你上回是不是打仗把我妈出去给你摆平的？是不是？上回？上回咋的？你跟人打仗是我妈出去摆平的？我啥时候跟人打的？好想。吃鸡蛋你还叫委屈？哎呦我天！是吗？刚吃完。三那个鸡蛋都让我煮了。我昨晚在家吃的烤地瓜，我都没说我委屈，你还吃鸡蛋你还委屈。早点回去休息了。啊。我爸来接我妈回家了，我俩继续在这直播挑豆子。